哎呀，我自己了，我竟然自己了，我有谈恋爱了吧？队友打我，敌人打我，我的天哪！就是九个人打我情况下，我靠一个人的实力，我出去了。大家好，兰博士接班，在匹配到两个内鬼以及众多狙击的情况下，夺子极限操作狙击，开局进去就是一人无四，两代狙击夺子，瞬间痛苦面具附体。开头就是内鬼队友对兰博的深情告白。我们是兄弟啊，我有一个号不是队友，我两个号撞了。我两个号也撞了，我看我这个号嘎不嘎嘎，我用另一个号把你打了。报告，我去接你吧。你过来接我，你过来接我，你接他干什么？当着我的面说要怎么嘎我，我的是二号把我带在这里。话还未说完，危机马上来临，直接翻车。我没有开启了逃亡之路，刺激啊！哇，王再离开，我没枪了，你别往我脸上开，我没枪了，这回没了，这回没了，不能不能。OK， 带你找狼包，带你找狼包上车。哎呦，不小心撞了一下，你还有，我 OK。终于也是顺利来到创乐园，接着开始独自防守。感觉情况不妙，想做散包逃走，想法是好的，不过一会就尴尬了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打赢了，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哦。准备他吧，准备他吧。不是，你给我打！哦，点错了，点错了，不干。你这怎么搞啊？点了，不是，点错了，真的点错了，点错了。瞄的这么多，干嘛你们？瞄的完了，完了，不是，我要没了，不是，快救我，不是。没事，来得及，来得及。Hello， 谁呀、啊？这谁呀、啊？七九吗？是不是七九？又加又往后看。咋？谁呀、啊？这不是七九，这不是七九。哦，那是。真的是七九。为了公平对局，那鬼队友也是安排了七九兰博单挑。记得打我记得。好，一v一百刀，很多。一v一百刀。来。哎。牛马流星拳。牛马刘星拳，牛马刘星拳，你是真的差呀，七九。接着兰博反向跑毒，直接从创乐园跑到了暗港的基站。要是真的多，也是真的能跑。接着做伞包，又飞了到村内游泳馆楼顶。这招属实妙哉妙哉。同样的招数再次上演，看着卡秒，拿捏得死死的。完了，前方有危险，玩不死你，我真的，我今天玩啥打呀，我玩死你，我今天我玩不死你，我都有一个走跪下，打什么了，打谁了，来给我低调点，无言。最后剩下两个军人带阵，拜拜，打不过你了，加油！打了！春姐，举杯！姜子牙，哎呀，我刺激了，我竟然刺激了，我有这厉害的吗？春姐，这把太牛，哇，都是极限，各种极限操作，兄弟们，各种极限操作，这把我在队友打我，敌人打我，这把99个人打我情况下，我靠一个人的实力，我吃鸡了，兄弟们。